在福冈有一条叫天神地下街，这里吃东西真是又便宜又正，绝对好过和歌山很多倍。 Solaria 就是那座大厦，连住地下街的，我找到一间2000英的金枪鱼盖饭，金枪鱼冻2000英，明太子任食，中间的兜是明太子鱿鱼，是任你吃的，不过其实你吃不得多少，因为明太子是咸的，捞落啲饭度唔好落豉油，啱啱好。呢碗嘢好抵食，简直系穷人食堂。嚟到隔篱，哇！这个串烧高水准，好过和歌山嗰啲垃圾。呢间嘢嗰啲鸡皮，我整咗个特饮先，白土特饮，跟住整一碟鸡皮五件，同埋整咗个鸡翼。烧鸡翼好淋啊！啲鸡翼，呢个鸡翼咧唔系巴西鸡，系日本地鸡嚟嘅，食得出。啲鸡皮亦都系好大，我加埋都系1000英松啲。好啦，呢、這个面包哇正啊！呢一餐正，面包我喺隔篱超级市场买嘅 ，Solaria 呢座大厦。呢间啲烧烤系好淋啊，唔会话烧到硬骨骨或者烧到窿晒，亦都唔会放好多盐。个金枪鱼冻呢间嘢叫做起水。起水唔知乜嘢啦，睇唔到嗰个字添。Solaria Stage 呢个 L2 呢层。